会传染的思乡病。啊，我的家乡就像玫瑰一样芬芳。啊，我的亲人，我不愿再随风飘荡。啊，亲人们啊，我要迎着你们飞来啦。不好意思，读诗读得太忘我了。哎呦，老爸，你啥时候学会写诗的呀？ No, 不是我写的，是海盗头子写的日记呀。没想到这个坏蛋也像我一样有品味嘛。那老爸，诗里都说什么了？诗里说想念亲人就好像你祖爷爷爷爷啊，还有莎莎维维，好想看莎莎的爱心美食啊。我要能解思乡病。这下好了，老爸生病了，这思乡病可怎么治呀？咦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是莎莎封面的杂志，老爸一定会爱死的。嘿嘿嘿，这个看起来好眼熟呀。啊，哇，这是收藏级的维维超人的第一代耶。我维维超人代表宇宙健康力量消灭你们。维维超人啊，你没事吧，旺财？对不起，我想超人想得太忘我了，我真的好想再看维维超人的连续剧呀。何样能解思乡病啊？老爸，老爸，我也得思乡病了。都怪老爸，都怪老爸，把思乡病传染给了我。都怪海盗头子没事不认真做海盗，这份有前途的职业却写什么伤感小诗啊。真的好想回家呀。不能这样下去，老爸，我们要积极地面对人生，想办法治病。你想到回家的办法了？现在还没有。除了回家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办法说有就有。莎莎，老爸，还等什么呀？爱心美食已经开始啦！是做梦？爱心美食开始了？这是？来吧，老爸，今天我们一边看爱心美食，一边吃饭。哪有爱心美食节目啊？老爸，还等什么呀？爱心美食已经开始啦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又见面啦！我们的口号是：红烧翅膀，我喜欢吃，我喜欢吃。哎呦，老爸，你没事吧？红烧翅膀真好吃，乖宝贝儿，来吃胡萝卜，营养丰富，味道好。胡萝卜？啊，老爸的病好像更重了。维维超人系列剧现在开始。啊，超人！我维维超人代表宇宙健康力量消灭你们。今天这个胡萝卜味道还有点甜呢。没想到和儿子扮家家的感觉真好。
要是真的回家就更好